干妈在帮小文剪头发。嗯，来，来剪一下，喝一个红豆汤。好吃啊。所以用那个什么梳子剪头发，那是骗人的，发现。屁啊，自己不会剪，还说人家骗人。好啊，就我不要用我这边剪多好，你看我这边是用纸可以夹，笑得快疯了。拜托，他妈要帮你剪头发，这愿望也只有靠小文可以要的嘛。对啊。也可以哦。你他妈自己感觉良好。剪得很好啊！干妈剪得好帅呀、啊！真的，小文超帅的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能帮。你看，你侧面没有剪到啊，没有剪到。那为什么慧明姐姐在帮你剪都不会这样子？哎呀，来，辛苦，辛苦。小文要不要吃个面包？你要快点让姐姐吃我。这边剪啊，我可以帮忙。哎，低下来了，换的是紫金的那边。我正在帮你做造型 ，OK， 这个造型蛮酷的。耶，一早就把它，我把它弄湿一点，它才多一点点。啊，不就是刚才这边用那个梳子一刀错了？你走开啦！干妈在帮我化妆哎。啊，你不要刀。哦，对对，可以可以一个。就这边可以几刀，那个那个不好，直接关。来，我不要用这个，等一下别动。你干嘛？你这样剪一半怎么见人？还没剪完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，等待一下，孙小文。你要去给别人剪都不会，那我前面剪一下就好。前面这样子，梳一下。嗯、我看别人那个小孩有没有，别人那种妈妈剪小孩剪得特别好。被跑给跑。那个。我觉得别人可以，我们应该也可以自己。他毛好，很细，很细耶、欸。刘海梳了，它不会一次剪剪光的，你放心。对啊，而且刘海如果不小心剪光的话，还会长啊。对啊，你像小孩一下长就长出来，像我一样。我想把头发胶哦。慧萍姐姐，她都已经把我剪到最短了，她瞬间就长。来吃一口。干妈只能用。我来帮你涂妆啊。干妈用红豆汤配剪发。妆可以吗？好不好喝？姐姐喝口啊。干妈煮了五个小时，你喝，但好不好喝？你说好喝。嗯，哎，不要弄它了。对呀。滴了，干妈汤。嗯。好了，等一下去洗澡了。快快大力。快走。一百零五度的你。哎，梳子给我好吗，孩子？哎，你那个梳子你拿着没用。给我，宝贝借我一下，好吧？这个侧面很重要。好，别动！哇，你超帅的，宝贝。这公鸡冠干妈剪一下就好。学猫叫。你知道了？你要听学猫叫吗？嗯。你要不要看那个？那个。等一下。我要听听。等一下。但是你要先，剪完我们两个的头发。然后去，然后去那个去洗澡。好，再给你吃一口，别动。好了，拜托喽，给你吃糖糖。少年。谁？少年。打电话来。有吗？你听到？啊。我要弟弟。
帅帅的啊。痒痒啦，没有痛啦，只是痒痒。是不是痒痒的？痒痒而已啦。太好了啦，我们只是剪帅帅的，等一下换姐姐好不好？等一下姐姐帮你做个仿木兔片头。你认识的，刚刚在这里。后面剪剪就好了。啊，干妈帮你剪好了耶，好帅哦，孙小文，呆子孙小文，呆呀，没很少看电视，看到电视就呆了。那姐姐还乖乖有劲，啊，帅哦，其实现在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帅，嗯，也很冒汗，对不对？嗯。就是刚才那个失策的那刀，等到不要用梳子的搞死我。就这一刀，就是这一刀失败。对，这一刀整个，我要剪成闪电。刚才不用了，就这一刀。对，就这一刀。好 ，OK， 这样可以了。可以啦，嗯。你这样还蛮好看啊，帅帅，嗯。我哥也剪，升起来。好，干妈发廊成功。换秘密的刘海，秘密来。小要不要吃这个？哦，这个发廊还有红豆汤的清胃服务，也太好了。嗯，好，你要不要吃一口？还有我亲自帮他。你干嘛坐我这一句？他剪头发，宝贝。来，你坐这里，来，孙小米、孙小文坐这里。我是我的弟弟。好，你坐在那小小米画过来。嗯。好，开始。他剪刘海而已，算是简单小 case 啦。齐刘海是最小 case 的，这么有自信？齐刘海不就剪给他？我还是给人家剪呢、欸。那你不要动哦，孙小米，不要动哦。动就变丑了。你要抬头看我。你要剪弧形还是一字形的？你说，弧形是什么？弧形是什么？就是弧形的呆呆，一字形是一字形，笨呆。嗯，弧形。那这样听得懂吗？很剪刘海这个事，你不要动。你厉害啊！喷丝剪，嗯，好像对啊，好像都是丝丝剪比较 好剪。嗯，新鲜榨出的果汁，鳄鱼果汁，恐龙果汁，彩虹果汁，嘟嘟嘟嘟。你知道吗？丝丝的剪呢，它就很容易剪变更短。哦，因为它会缩。对，你还会蓬。嗯，好。以后妈妈也可以帮你剪，因为很好剪，然后就只自己。我都是自己，还是给别人剪的。以后我来，我算你的。你看，往上一点。你看，广一点啊。还有缤纷的彩虹果汁，你想要什么果汁啊？好像不错哦。你要吹风机吹干就知道，再要平几刀。你要椭圆形还是呆呆的一点点？他刚说要椭圆啊。嗯，不要这样。手不要抖啊。他还拿太重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喜欢这么短？他喜欢那么短啊，对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来看看，完工。Hello， 哇，这刘海好好看哦，孙小米。可以啊，这边真的可以几根？我剪掉了，它是放在哪里？这里。对啊，这块要剪掉，对不对？再剪一个一下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嗯。这样比较齐，对。他头是这边，这边有对面有多一点，多一个。多这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这根。我的三月干湿的，嗯，你把它弄松就可以开始。好。耶、yeah。有没有？
好了好了好了，这样呢？可以。嗯，还有哪里歪掉？没有，可以了。嗯，要不要再少一点？再短一点？是可以的。那这边是拨到旁边，对啦。不会，他如果是都拨到前面就会，主要是看他的头发顺不顺。这个我觉得好无聊。你要不要再剪一下？好啊。好。哎、欸，我还没啦。你就往后丢。